近日首届长宁戏剧节拉开帷幕，而老戏骨斯琴高娃则作为开幕嘉宾现身。尽管斯琴高娃演出过的电视剧和电影一直为观众津津乐道，但其实斯琴高娃本人其实更偏爱戏剧舞台，而这一次参加戏剧节也正中他的。那我觉得本身就是跟这个百姓是很非常贴近的这样一个精神，所以呢我们做艺术来讲的话一定是离不开百姓的。行李在线综合报道。